个小孩是不是？那一个孩子，我不能连着人参加。我的家，我干，我得回家。我干啥？我连着我孩子，我回家呀。我的家干啥不让我回家呀？我家就在这，就我一个，我老头子也不搁家，就我一个，你为啥不让我回家？家在邮局，邮局小区。邮局小区五栋。六单元。六单元六零二房间。家就自己一个人。家就我一个人。广和长不接收。抖音。这两天啊，出去玩了，上这个延吉的恐龙王国，还去了梅河口这个夜市啊。去完之后啊，再也不想去了。原因就是呢，住宿太贵。我们大老远从长春过去，啊，到那边去捧你们场。然后你们就这么安排我们的，就那小旅店啊，就那小旅店，火车站旁边的小旅店，一个小单人床呢，就要你300块钱起价。屋里什么空调啊，连个电风扇都没有。你随便稍微一个正经八百的宾馆啊，都光你要500、600甚至900、1000，比这个省会城市长春呢都贵好几倍呀。就北上广的价格估计都没你们高。你就这样事的话，你说谁还敢再去了？门票都没花多钱，你这家伙住一宿就干进1800去，谁能受得了啊？抖音。刚刚接到社区的电话，他说我们10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。然后我的码已经变成黄码了，刚刚下去做了核酸，现在就在等着结果，我的心真的特别特别紧张。如果我得了怎么办呢？抖音。抖音。一家一米，一家一米，唱一米。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来，让我们来，让我们来。抖音。我有一个，有人挡着我。哎，你看，没有礼貌。哎，注意。卖鱼吗？卖鱼吗？我不卖你们，我卖你。我卖了，你敢？这个核酸还那么麻烦，不是？那你办个号干啥？你办个号？行了行了，不要吵了。说了话你用吗？你好意思？你用吗？你我操！你个傻子反应呀！我以为他们给你解决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大爷。别找个地方玩了。我来呀，下雨了。没有，我把雷雨。抖音。